还敢自称是文化才子，连纽约舞蹈家 Sabrina 都认不出来啊。哦，我这次回来不是公开的。你们两个别闹了。哎，说到艺术，我还有几个地方要带你们去，走吧。哎，哥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这是城市空间营造，废弃建筑再利用，常常有让人惊艳的效果。嗯，哎，你看火车，在这里啊，火车跟游客交织的画面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景观哦。这个是台中市政府，巴洛克式建筑风格，相当吸引人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会有硬邦邦的办公感觉。这里面怎样？可以参观吗？对啊，哥，你不是常来这里采访新闻，带我们进去参观嘛。好啊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跟我走，跟我走，继续走。现在看的是后盖的部分，新的部分。那么这边就是比较古老的部分。这个古老的部分，现在是台湾最老的公务建筑，让小朋友看一看老建筑很有意思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的员工训练中心，它就是我可以说，哎，你们好。哦，安古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帮他们做导览？对，我们在参观市政府。我们可以加入吗？欢迎，欢迎啊，欢迎！你从国外回来的，对不对？Uncle， 你怎么知道？我叫 Sabrina， 你好。Sabrina， 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知道的事可多了，台中市的事情，大大小小，你问我就可以了。欢迎你，希望你到台中市都去逛一逛，领略台中市的美。我们好有默契哦。我正是请我朋友带我到处看，我正在认识台中的美。还满意吗？嗯，很喜欢，越来越有感觉。这是个很有水准的城市，不论是地方或是人们都很棒。比如说 Uncle， 你是当导览员，又专业又亲切，又可以做更多的社区服务。嗯，选里长不错啊，很适合。哦，真的啊，里长不好选啊，不过我很喜欢为民服务。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正好有台中市的导览地图，你们一人拿一份，这个会很有用哦，很有参考价值的。太好了，谢谢 Uncle。 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，希望你们满意，好不好？市长好。哎，副市长，副市长，你来了来了，我等了半天。这是我们的副市长萧家琪先生，这是 Sabrina，从国外刚刚回来，今天正好来参观市政府，我把这两个团都交给你，请你继续给他们导览参观，好不好？是，没问题，当然我会尽全力的。你做的会比我好了。是，哪里哪里哪里，哪里？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对不起啊，谢谢你们，再见再见，希望你们会有一个愉快的参观访问。
好不好？小朋友再见啊！谢谢市长，那我们跟小朋友跟我来。好好好，谢谢。那你们刚刚看到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刚刚看到哪一些东西？来，请大家往这边走。原来那位亲切的 uncle 就是市长啊！市长公馆保存完整的日式洋房宅院建筑，原来呢是日本著名的医生公园武雄来主宰。到了战后呢，才由台中市政府接收，作为市长公馆，到现在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。而且啊，在胡志强的市长任内啊，他将这里转型成艺文之家，常常举办各种展览，所以这里已经变成市民重要的休憩空间了。喜欢艺文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人，一定是个好市长。今天亲眼见识到他的亲人，就像是家人一样。这里是台中放送局 FM 1314，想你一生一世哦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台中市最红的节目 Henry 空中俱乐部，咖喱空中来相会，我是主持人包家亨 Henry 包，不是叉烧包，也不是小笼包哦。现在是听众服务时间，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我们为您解答心事。喂喂，是的，喂，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我可以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好姐妹吗？当然没有问题啊，请问你要点播什么歌曲，然后送给谁呢？我点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送给刚从纽约回来的 Sabrina。 这位听众朋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找不到唱片，那不然就由我们主持人 Harry 为您朋友 Sabrina 带这首歌吧。是吧？太好了，别害羞。好吧，那我就来哈。你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喂，小罗，怎么了？Harry， 总被打电话来催了，我怎么应付他啊？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到。来，哥，你又要走了哦？对啊，